其實我一路走過來的時候，我是很心痛的。我覺得為什麼一個學校搞到好像亂七八糟啊這樣，但是其實、不是學生想咯，是政府逼成這樣咯。是啊，他一直都不回應、五大訴求。我覺得學生是因為他們對未來有抱負，他們才會走出來去抗爭，然後、這個錯要我們這一代承擔，我都覺得很心痛。是啊，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做了什麼，我們不是破壞這個學校，我們要保護我們是啊這間學校，因為如果我們不保護這間學校的話，它就變成 tear gas 放題的地方。其實廚房就是而家大家見到有嘢就做啦，咁其實都有啲真係煮嘢食嗰啲廚嘅，咁佢哋就會話可能你要切咗呢個佢啊，或者洗咗呢個先啦，咁樣可能其實都係我哋洗咗乜嘢切咗咩，咁跟住嗰餐就食咩咁樣咯。其實出邊嗰班講緊我哋煮飯俾佢哋食嗰啲手足，佢哋都係喺出邊，即係都係揾命搏嘅咯。所以都會想盡力可以做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去幫下大家。咁多位，其實套路港公路已經解封咗一條行車線俾你行嘅啦，所以其實你就可以行套路港公路。